今天是个比较重要的日子，因为我的排气终于是到了，等了两个月，手工定制的钛合金排气，这个完全是根据我想要的样子手工一点一点焊出来的。他们都说不能做这种系列的视频，说平台不爱推，但是我他妈就是不信，我非要把我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。当你看到这个丝牙埋到车体上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算是完成了一半了。现在开始封边，然后钛合金螺丝一颗一颗的固定宽起，越是到最后心情越是激动。那作为一位 GDM 的死忠粉，最重要的轮胎字是不可缺少的。哎，这个味道就足了，这个就对了。这就是我们最后毛坯的样子，终于是落地了。下一步，烤漆房。哟，这小脾气还蛮倔的嘛。